要紧啊。那个老师对学生看什么？就看学生的信心啊，看学生呢对老师的这个尊敬心啊，他真的有一片虔诚，这个学生可教，他能受教，他能接受啊，他能依教奉行，他能够学得好啊。如果信心不足啊，礼貌不周，不是很诚恳的样子，老师就敷衍敷衍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教不成呢，怎么教他都没用处啊，他不会接受你。那么对鬼神也是如此啊，所以你给他做三规啊，给他诵经，给他念佛，这众多鬼神得意不一样，也是如此啊。这鬼神对你有信心，他得的利益大；对你没有信心，他得的利益少啊，一个道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刚刚答复完了。